花山基金会为着鼓励士大会当加行出户外，甲人互动。二十一号是邀请将近300位县内六十士大做伙到鹿港老家佚佗。镇长柯志宏嘛特别担任导览员，为士大进行讲解服务。镇长是向长辈介绍老家内底特别景点，为了鼓励银发族行出户外，拓展人际关系。花山基金会特别举办一个老人村贵旅游的活动，带长辈来到鹿港老家打卡自拍，做伙美丽回忆。华山基金会今天带了将近300位的独居长辈，连同义工大概450位，我们今天来到了300年的鹿港小镇。那因为刚好在妈祖生的前夕，那所以很多长辈孜孜念念的都还是我们鹿港的妈祖，那所以我们今天带他来那拜拜妈祖，然后游游我们鹿港的老街。那希望今天天气非常好，那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今天有很多志工跟团队，还有我们的鹿港老街发展协会，我们的工会堂也都很帮忙。那所以我们希望今天借由这个天气很好的天气，我们能够带给长辈一个很温馨，然后很平安的一个老人春季郊游。基金会表示，透过这个活动，唔但让长辈欢喜，嘛期待更加多人做回来关心年长者。新中华新闻蔡良清鹿港采访报道。